族王者归来。六年，终于出来了。店主，这六年来您受苦了。哼，那帮恶徒，魔岭兄弟们端了他们的老巢，没想到也能杀上。这牢狱之灾，就当躲躲清闲，练出大意识。六年前，救我的女孩找到了。报告店主，已经找到。苍蓝白虎听令，属下在。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了，备彩礼，随我提亲。夏家主，听说那个未婚夫很快乐。哎呀，一个蹲了六年的劳改犯，也配当我江婉儿的人？店主，您的出山盛典定在三日后，届时各大家族前来贺喜。好，我和白虎去处理点事务，你去江家送三张请柬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他的未婚夫是权倾天下的龙王殿殿女。心随店主，心随店主。哎，我听说这个彩礼可给了不少。一个无权无势的暴发户而已，哪里比得上哥哥呢？哎呀，小妖精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大婚之前闹出这种丑闻，你让我江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爷爷，宋少不比那个劳改犯强100倍啊！那个人我连面都没见过，我跟宋少啊才是一对。龙城三大家族之一宋家，宋少，好，好啊！谁和你是一对？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。这婚前偷情的罪名，宋家可担当不起。江小姐，还请自重。你，店主请点到。店主。哎，请问是哪个店主啊？不是，还能有哪个龙王店主？这华国只有一个龙王店主，龙王店横扫各州，一一败绩。那是权势滔天，富可敌国啊！这店主出山的盛典请柬，各大豪族抢破了头都抢不到一张啊！三张邀请，特送江家江小姐。三张？这江家只是个二流家族，请柬真的没有送错吗？哎，你不要，我不要。这宋家以后有了这请柬，以后要飞黄腾达了。高下留情，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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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抢邀请函，杀无赦！我不懂规矩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诚邀您来出席，属下先告退了。谢谢。婉儿。你能不能允给宋家一张请柬？再怎么说，咱俩也是一对儿。谁跟你是一对儿？你们宋家呢？我可高攀不起。我哪知道江家还认识店主啊？你现在就给我滚！店主，这些是为江家准备的彩礼：南非珍钻666颗，顶级翡翠888件，金砖999块。六年前，我被人下药命悬一线。是他献出自己救了我，这份恩情是再多钱财无法换来的。店主，只是今天我去江家见到了江小姐，她与您的描述似乎有些不同。怎么说？自私自利，唯利是图，这样的女人根本配不上店。放肆！属下一时失言，请店主责罚。六年前，他留下半块玉石给我的青松鱼。这也是我唯一找到的线索。你确定没找错人吗？据线索来看，剩下半块玉石确实是在江婉儿小姐身上。彩礼暂且不带，我得亲自去。是。参加了盛典，我江家在龙城的地位必定水涨船高。跻身一流家族，指日可待。到时候啊，龙城的男人可就任我所选了。婉儿，婉儿，我来娶你了。你就是一个劳改犯，
就凭你也配娶我江婉儿？你一个劳改犯，就凭你也配娶我江婉儿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送的彩礼不都收了吗？我江家刚刚拿到店主的盛宴请柬，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。就你的那点彩礼，也想做我江家女婿？传出去，我江家的颜面还不丢尽了？之前我在狱中，财产不便动用，给的确实少了点。这样，你们收个数，我都补给你们。哟，这么值钱啊？那我要这个数，1000万。哼，好说。我要1亿。什么？参加了盛典，肯定有无数的富豪向我家婉儿求婚。1亿算便宜了。你要是拿不出钱的话呢，就给老娘滚蛋。这个江婉儿和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。婉儿，能不能给我看看你另一半的玉石？这个不是我表妹江素素的项链吗？这项链不是你的。素素在哪？一个劳改犯，把手拿开，怕我都嫌脏。告诉我，素素在哪儿？你找那个破鞋干什么？江素素被野男人搞大了肚子，还生了一个小野种，我江家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。什么？什么？那一次竟然让她怀孕了？我要去找她。她现在已经被赵文琪吃的连渣都不剩了。你说什么？喂，店主，找到玉石项链了，在一个小女孩身上。她说她的母亲是江素素。爸爸，我要爸爸。原地待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去哪儿？我彩礼呢？店主。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确定我是爸爸呀？妈妈说，现在另一半的主人就是我的爸爸。果然是他当年留下那个项链。爸爸，你快救救妈妈吧，妈妈被坏人给抢走了。在哪儿？在盛世酒店。小明儿，我缠你身子好久了。庄子，求求你把药给我，东东的病要是断了药，他是真的会死的。这你瞒着我，东东有的是药。你不要敢打我，打我。你他妈谁呀、啊？他妈敢打老子！啊！妈妈，我找到爸爸了。素素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。我他妈当着谁呢？啊！原来是6年前把你肚子搞大的野男，做了6年缩头乌龟，现在回来当他妈什么英雄？素素，跟我走吧，我会全力弥补你的。江素素，我警告你，今天你敢跟他走，东东这辈子没有药吃。再敢叫我封上你的嘴！你都走了6年。现在回来干什么？赵公子，我愿意做你的情妇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救救东东吧，赵公子。还不是挺骄傲的？跪下啊！素素，你是因为药才求他的，对吧？你要是想东东好过，就赶紧走。赵家，我得罪不起。赵公子，放心。放心，素素，整个华府没有我得罪不起的人。你一个劳改犯的手指，我们赵家动动手指就可以弄死你。胆大包天，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睡了你。草兰，朱家仔，动手！啊啊！早就有，你不能打他。